大家好，我是杜鹏鹏。啊，鹏鹏好，鹏鹏好哈。那个今天这身装扮特别的有黄土高坡的感觉哈。这一次来到我要上春晚的舞台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？不一样的感受都没有，就是想把我们陕北文化、陕北民歌给大家分享。而且鹏鹏特别可爱，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小伙子啊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可真的是不腼腆的，非常的高亢，非常的那个嘹亮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也知道二妮老师是你就是本次表演的助演嘉宾，对对，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让你们有这样的合作呢？2012年吧，我们在那个国家大剧院有一场音乐会，完了就第一次才算见面啊。完了近距离见面，完了就感觉他非常亲切，完了又人也非常随和嘛，就也跟也聊了好多。头到了这个2015年，9月3号那个大阅兵，就是晚上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9年那个晚会，这个晚会是我们两个共同演唱了一首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，这个排练时间就是一个多月，所以从这儿聊了更多。完了他也给我讲了好多，因为他之前参加这种大晚会多一些，我就说你不要紧张呀什么的，讲好多经验。所以其实在鹏鹏的这个音乐道路上，二妮老师一直是如影随形的在陪伴着你的成长。那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表演一定是很精彩，很期待你们的演出，加油好不好？加油。